是一个很不错的演员，前一两年很火，可是到了今年仿佛是被限制了一样，基本没有什么曝光的机会。镜头下的许璐很美，穿着时尚，皮肤白皙，而且腿还很长，是一个典型的美人胚子。不过素颜出行的她却一点都看不出哟，反而素颜下的她没什么区别，相反还朴素了很多。不过这美貌却一眼就看出来是化了的，都快成一字眉了。平时自己玩自拍的时候，许璐还会秀下自己最近健身的成果，这手上肌肉还真是实打实的。希望许璐能够一直好好的走下去，也希望大家少点流言蜚语，给艺人们一点发展的空间。许璐1994年12月28日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，毕于解放军艺术学院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。2008年因在古装剧《红楼梦》中饰演薛宝琴而步入影视圈，2012年凭借古装轻功剧《甄嬛传》受到关注，并开始在影视领域崭露头角。许璐在影视道路上一路走来，她跟很多前辈演员合作都很努力，演技也在有青涩逐渐转为成熟。